快快，咱就。嗨。不错，妹子，这现在镇上啊都是皇军，你要想出城，没我你可出不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只要你保证不杀我，我肯定带你出城。可你现在这身打扮，你也混不出去啊。这么着吧，你换上我媳妇儿的衣服，我送你出城。站住，梁明正，走吧。啊，谢谢太君。走吧，妹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呢，别害怕。我不害怕，走吧，你别害怕就行。笑，自然点儿。梁明正，给。来喽，王队长，这个人叫梁明正。太君，这是梁敏，大大的梁敏呢，我相信表妹。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？我得陪他回去一趟。走吧。没事，谢谢大姐。站住！给。梁明正，站住！啊，太君，梁明正大帅，给你。妹子，这可都出了城了，我。给你。梁明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是不是怕我在你背后打黑枪啊？聪明。你放心。我肯定不会那么干的，是吧？要不这么着，我再送你二里路，到那边就安全了。我这该干的可都干了，你说那话可得算数啊！闭嘴！说你个浪货啊！给老子戴绿帽子，你还有脸跟这哭哭啼啼的？哭哭！哭什么哭啊你！你好意思吗？那你老毛病又犯了啊！我是一忍再忍的，我跟你说，今儿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一说法，没个说法，你信不信？老子老子以前我毙了你！你打呀打呀，打死我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你少给我来这套！你说，这怎么办吧？就我有错吗？是他要来找我的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还有你这么多年搞混个队长，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好啊？你就会拿枪对着我，你有本事对着他去呀、啊、你以为我不敢呢？那你去啊，你现在就去啊。我去就去。报告长官，我们在各个路口加强了岗哨，没有发现土八路的踪影。太君，别去！怎么了？四十娘的是我老婆。白九军，你说之将军睡了你的老婆，你亲眼看到了吗？你是特务队长，之将军吃了包子蛋去睡你的老婆，不要乱讲。免得影响日中军的团结。太君，千真万确呀！我亲眼看见，我回家，媳妇儿的日向他没法跟您说。我没骗过您呢，太君，我从来没跟您说过瞎话呀。王队长，我正要问你。你得在长官面前一定要说清楚，三支将军在你家是怎样受的伤，他现在还在医护室抢救呢，你得说话一定要负起责任。我相信达尔本皇军绝对不会做出伤害朋友的事，我也相信三支将军这点最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这事儿赖我是吗？太君，他受伤关我什么事儿啊？
那我老婆让他睡了，那还算他有觉悟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太君，反正事儿也出了，您必须得给我一说法。太君，孙本君只是在推测事情的疑点啊。我不管，反正他把我媳妇睡了。太君，我王二九对您忠心耿耿，我在您身边，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那现在出了这个事儿，您怎么也得给我一个交代吧。二九君，你得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。假如志将军真的睡了你的老婆，那你告诉我，男人睡女人应该得到什么惩罚？难道为了这个事情我枪毙他吗？白九军，我看这个事情就这样吧。你的太太受辱，石将军受伤，两败俱伤，我们把这笔账记在八路的头上。太君，他受伤能记在八路头上，那我老婆让他睡了怎么记？记在我的头上。至于直将军，等他伤好以后，我会严惩的，让他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。我的话又说回来了，直将军喜欢你的太太，证明你娶了个好太太，你该高兴才对，啊？那脸色也不好看，谁欺负你了？中南，哎，走，跟我喝酒去。哎，队长，这大白天喝啥酒啊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让你去你就去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多谢三木军关心。我的可以忍受。那天什么的情况？那天我在跟王太太讲我们大日本帝国辉煌的历史，就被袭击了。咱们几个人？我的没看清楚，好像有一个女八路。好像是的。当时我背对着门，我感觉好像有人进来了，然后就被打晕了。